养过花的花友都知道，养花先养根。只要我们养了花卉，根系发达了，自然长势就会旺盛，后期不肥就容易吸收，就容易让它开花多，长势旺盛。那么像我这一颗栀子花呢，我就是给它用了这种微生物菌剂，因为微生物菌剂它呢可以改良土壤，优化土壤环境，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机质、枯草芽孢杆菌、有效活菌素，每克打2亿，每个月给它埋一次这种微生物菌剂，就可以让我们的花卉土壤疏松透气，根系发达。除了家里面的花花草草可以用，瓜果蔬菜也可以用，因为它可以改良土壤，促进长根，那么根系发达了，自然我们养护的瓜果蔬菜也会长得更加旺盛，瓜果更多，我们只需要每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。而且这种微生物菌剂它不是化肥也不是药，所以呢无毒无害，对于家里面的养一些蔬菜瓜果都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呢价格也不贵。如果大家也想要养好自己的花花草草瓜果蔬菜，点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购买，一包只需要9.9元，买2包还发3包。